早上起来，我去我的头发竟然是红色的，红色的代表的是什么呢？猜猜看。也没有这个红色的，那红色的代表的是什么呀？算了，先不管了，让情绪散心。结尾是什么画的就行了。徐初然，你的头发竟然是红色的。对呀，不知道的颜色。不知道代表着好不好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红色的。徐初然的头发到底代表着啥呢？敬请期待下一集。